我原本是一个传统产业的中介主管，但大环境不好，我就被裁员了。面对房贷、车贷、家里的经济压力，让我喘不过气。我很想赶快找到新的工作，但我发现每间公司都需要英文能力。我很想赶快学好英文，但有可能吗？小猫 C 因为感冒一直结果传染给国王 K 也一起所以 CK 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发出的音。 C 小猫跟 K 国王一起咳嗽，发出咳咳咳的声音，所以 CK 发咳，时钟的英文就念作 Clock。 我没想到学发音可以这么简单。 Coco 龙提供完善的句型、文法、口说系列英文教材，让我英文能力全方面提升。我现在不但找到了一个好的工作，我也打算继续去考多益，增加我的未来职场竞争力。以上影片由 Coco 龙右脑图像学英文提供。